没在节奏上，有没有？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就是节拍器唱的，这也太有优势了吧！无论他们唱多少，花花在说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去相信会在一起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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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啦哒哒啦。Are you okay? 怪不得刚才过来给腾哥调话筒，腾哥，我给你调调麦。啊，我还挺考虑人家呢。我说没事，我可以救活点。腾哥，我给你调个高。没事，我可以低点。闹了半天，他是想对我嘴，真的是。差一秒，差一秒，一秒都不到，零点几秒。花花老爱起个范儿。 那时间长的没毛病，像我就站着一拍就完了，非。得了。我不该起范儿的，我真的数着在呢。哎呀，我数着，有这个真的就绝对没问题。请欣赏王牌家族演唱《勇气》。还有勇气唱吧。<笑>有勇气。哎 亏了给我提醒了，我还在这儿熟那个千万里。<笑>喂，怎么？爱真的需要勇气。王牌家族，挑战开始。爱需要真的勇气，流言蜚语。 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 坏太多了。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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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真心。哦。 挑战成功！他们前面早了，他后面多唱了一句。哇！好老土的庆祝方式。敬我刘姐，我都说了上面这张是你要的。 我又原谅了你一次，我人品太差了，哥。你人品太差，这一期不是这一期，你人品是真的差。<笑><笑> 两个人太丢人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
哎呀，好丢人呐！沈腾帅还是刘德华帅？刘德华。刘德华。刘德华。华。你跟他争什么？花花，弟弟，这个我怕吓着他，戴着眼罩和耳塞呢。弟弟，弟弟，贾玲，贾玲，别跑，起来了啊！我在录节目啊。对，不化妆啊？你看姐全素颜出镜，怎么都这么随意啊？一曲叫杨迪，好吧？行。牙齿上。录《青春环游记》了，这都第几期了啊？你咋回事啊？妈呀！我都不知道是谁，换人了，青春换人了，更好了。快走，走。先叫小熊，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是女偶像。你起来，你看清我是谁没？你起来，你起来。我们节目换模式了。哎呀，这是啥？哦，剧本啊。Kiss 你心中的我。这看看什么戏呢？走走走，小鹏，别化妆了，输了有惩罚的，惩罚就是一天的素颜。我得加快速度。Wake up, wake up！ 好久没见了。笑，小宋，小宋，师傅，三姐，别闹去，这人不睡床呀？起来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做任务去了。啊，没人。谁在这儿？人呢？我们先去找了，浪哥。刷不开。嘿，哎，浪浪哥，收拾好咱们就走。哎，谁睡那儿啊？这是谁睡的？在这里。下一个吗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些人。怎么干什么敲门啊？你是就在这儿睡的，没回去睡是不是？昨昨天晚上就聊天聊太晚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了。小松，你干嘛呢，小松？腾哥呀，那么重干嘛？造反了不是？黄渤的票房超过你了？什么？为了玲姐，快，我们赶紧给她抢点早饭去！快，走走走走。我们就在沙溢哥那儿耽误了一点时间。哎呀，原来大家不化妆都这么难看了呀！我们冲出去就冲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一道终点线，你们一定要整队全部冲过那个终点线，那一队才算赢。早饭，早饭，早饭！哇，还是最爱吃的两个人先到了。哎，哎，我队员呢？你干啥去？我没干啥，我守不住，我守不住。小李，帮帮我呀！
请王牌女郎狒狒把第一轮的题目拿上来。哎呦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咱本身就有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挥之不去，试图甩掉而不能。准备好了啊，第一轮传递开始。咋还下来了呢？奸懒馋滑，说出了腾哥的本性了。几个字儿啊？那是干啥呢？偶像。偶像包袱，天哪，这人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太难了，我表演的太准确了。什么呀？啊，开始来。哎。我想给他一脚。梁记，你的演技真的太厉害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啊。门快关上，没了，时间到，请向后传递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照相送了。摘摘摘，自己也没搞明白。要把那个表情做出来。这样。肚子疼？不是不，这样。啊，然后这样，模特四个字，四个字，等一下，全折了，最后一棒，我怀孕了，拍照拍照拍照，四个字四个字，孕妇照。四个字儿，四个字儿，快叫大夫！这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我演那个拍照就懂了啊、哦！又躺下了，咦，不屑一顾啊！偶像包袱。哎呀，首先偶像你就很难驾驭，我前两个字甚至不用演，我光演个包袱你就猜出来了，那会把你猜成喜剧累赘。好了，这题王牌家族没猜对啊，来换一换，换一换，真聪明啊，演得好，演得好，真聪明啊。下一组是喜剧天团，第五棒是程心，来，哇，看我们小黄人的，加油！谁在最后一个？我呢？我相信你。我也想相信我。这声音都是这么大的吗？我的妈！耳机都戴上了哈，请狒狒呈上题目。哎呦，我的天！输的怎么样？这题？不是。啥？哎呦！啊！这个我觉得可太难太难了太难了，
他说你需不需要我们配合？一会儿谁配合一下也行，但是因为有点乱嘛。他们几个配合就够了。来了，来来来，还特别请来了助演。一会儿我演是吧？你配合从在我后边，我演啥你们演啥，就跟着我走就行。好、啊，好嘞。这个肯定猜不出来。挑战开始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就是脸、腿、膝盖，黑膝盖，大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大，完了是那个这个啊，再来来，这仨蓄势待发，我跟你说，啥？大牛，再来再来再来，门儿，大牛推车来了，还有一个来了，还有一个那个。大牛猩猩什么场景非常对，不是牛吗？牛。好，时间到，宝宝往后传，给明姐传了。几个字？五个字，五个字。脸腿，连腿。这这卸妆，你们得演几回啊？五个字，来来来，连腿牛大象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对对，还有一个呀，那说是你是什么连？连腿牛大象，牛牛。好，明姐向后传递。完了，我感受到了，懵了。五个字。五个字。渐渐变得熟练了起来，这个队伍正在逐渐的庞大。还有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这样的五个字，我不知道，懵了，肯定懵，我都懵了。最后一棒啊，最后一棒，加油！五个字儿，来。准备第三趴，啊！猜吧，我不知道。先没有任何提示啊，这个真的想提示也提示不出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王牌对王牌的传声筒里的用人最多的一次，最多的一次，确实。所以说最不明白的一次。第一个是啥来着？告诉你了，这个。牛，我脸和膝盖都老牛了。其实这个你们不知道，这很重要。脸、腿、面裤，什么叫面裤啊？面黑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哈喇子，面哈喇子。嗯。他说：“我演一下啊，我演一下。第一个字儿，飞飞。第二个字儿，周非洲。大迁徙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非洲大迁徙。”你这叫什么意思？这什么呀？不要脸吗？脸比较黑。
谁能想到那儿去啊？到明姐那儿就是脸非常黄，又回亚洲了。来，两队互换一下。王牌家族这一轮呢，由耀文来助阵一下。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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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个特别好演。好演不好猜，确实，我看都有谁呀、啊？啊，还有那几块料。行，准备好了吗？挑战开始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姐好。几个字的姐？哦，三个字。给。收回来。绅士。绅士手 cool， 太厉害了！你们都吃什么长大的？我想知道，这太厉害了。我的第二个本身是想，你搂着我，不是你搂着我腰，搂的让我看你的手，哎，让你手攥拳攥起来，哎，这样啊、哦，知道了哈。姐好，哎，垫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，跳支舞，对的，对的，是对的，圆舞曲，你看动作，你看动作，绅士手。哦，他们太厉害了。他能明白吗？他够呛，这个词儿跟你无关。跟我无关？那肯定是跟年轻有关了，你说吧。三个字，青春期。等会儿。叛逆期。哪个期？放拳的要背后给我一拳，黑心拳。我是服务员，门头。这样吧，哥，我帮你重现一下当时。你演他，我演后边，我演。哎。老闺女，老闺女，他妈和他闺女上街吗？完了，哎呀，姑娘哎，就是男孩抱着女孩的时候，一般都，但是呢，他其实都假的，都这样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完了，花花根本就不知道，从来不上网。袖子、手臂、肌肉，猛男。缩水了。你刚说你知道了。三个字，肌无力。对，对了，肌无力啊！答案是肌无力，肌无力。好，好，对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俩给你演好不好？看手，看手，绅士手。对。不是。为什么这样的就是绅士手了？等于是你一般搂女孩，你都就这么搂着，相当于摸人家嘛。那你胳膊还拿上来干啥呀？这样的，为什么要拿上来？我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怎么讲？不是，那你说为啥拿上来干啥？
意思意思呗。腰也一样，腰更有的时候得扶一把是真的，比如说有些人下台阶的时候下不来。还是得扶。那个一个演员在台上的那种忘我呀。我以为说现在以前都能搂住，现在搂不住了都，所以胳膊没劲儿了。你什么时候好了？是好不是好怕我？你什么老法？你换什么冷招牌？刚才鹏哥那个帅捕捉到了吗？什么？为啥打我呀？他是谁呀？古代人还敢在街上吻呢？他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？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？他们一开始暴露了，那些歌词啊，你都没有理解。柔弱的心，柔弱的心，心柔弱手，还会来手里。你怎么上？你这臂力也可以啊！先上来是吧？先上来吧！哎，你们扶着他那个后半身，我来扶着这个架子。你看我说花花像公园的大爷吗？开始了。原来一无所有就叫做起点的神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音非常的稳。好厉害。妈呀呀呀呀呀，感觉这都是男人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比赛。不是想说现在歌手内卷成这样，你们在家都练这些，吹个大瓶子然后倒立那什么。我们不是说你们不厉害哈，我们不是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这把二人转南方化了。接下来哈，玩玩音乐改编，小宋上一个吧。啊，上，你花哥让他缓会儿。终于是吧，有人可以扛一扛了。我们家族终于有人可以帮我扛一扛了。小宋的难度我们再提一提，你能不能就用一个调唱所有人的歌？一个调一个调。这些应该我们来胜任啊，这种怎么唱都唱不好。就看一个简单的和弦进行吧。啊，6-6-4-1-5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车水马龙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眉头那么皱默，这思念那么浓，阿龙阿龙阿龙，这感觉我更错。抬头乱雨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也不曾退后，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，竟然会感慨。几个出发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感伤快乐都将为你找到出口，毫无保留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却无论浮世朝阳，也错过人间万象。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啊。谢谢谢谢。
别的不说，我头一次听小宋唱歌这么好听哎。哦，那再说说别的呢？别的不说，别的我不说。他还有个小绝招，你给大家展示展示。我那个水滴音，用嘴打水滴音。水泡那个是吗？对对对，我用下雨。下水点重。下雨吗？还是来了匹马呀？小宋，咱也不用这样。玲姐 ，What？ 还得麻烦你快帮弟弟一把吧。咱俩就差105度吧。哇！你要我干啥嘛？你帮我弹琴呢。我帮你弹琴。对呀。我不会。你一直帮我弹这个吧。对，好吗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哦，热爱105度的你。青春的蒸馏水，蒸馏水，耶，爱105度的你，是我吗？是我，的你，热爱105度的我的我。的你哦，天哪，我只弹这一个音我会觉得自己有点作用有点低。可以一直弹不唱还有点憋屈。谢谢玲姐啊，不然我又社死了。太棒了。去年你那个酒醉的蝴蝶改编的可火了，真的，你今年改一首。所以今年你又给我派了什么活呢？改一首大家现在其实传唱度很高的歌，就是那个兄弟呀、啊。你在哪旮沓还好吗？对，这个你能给我改一改不？试一下，现场改一个。兄弟呀、啊，想你了。我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兄弟呀、啊，想你了。你在哪儿疙瘩还好吗？也不说，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这边咋样了。兄弟啊，放心吧，我在这疙瘩挺好的，过年临时增加点难度，吉他呗。
兄弟啊，哦，你放心吧，我在这旮旯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，我要回家了。记得把小酒和小菜都准备好了，我还有腾哥和佳儿姐，还有弟弟妹妹们在等着我回家。呀，大家一起来唱一句，唱一句什么呢？兄弟呀，兄弟呀，哦，兄弟呀。等你回家，我回来了，看着哥的双手在村口吗？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我看到过邵涵有一个短视频，非常牛，就是他唱了一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完了录下来，倒着放是一首完整的歌。哦，那个超难啊！啊，罗罗的嗦那的那哇罗。这什么歌啊？你倒放。红橙黄绿蓝，五彩那么浓然，爱就在心上。这谁想不到？华华，玩过吗？没有。要不怎么叫考验呢？这样，现场的键盘老师随机放一段花花的歌，我让他倒着唱。这得学啊，这个来能弄个纸笔过来做个笔记。他这个不是说把词儿转过来倒过来就行，不是这样的，语言也得倒。对，那挺难的，因为你的我他反过来就是 om 啊。再放两遍给花花听听。懵了，脑袋都大了。我试一下。哦啊，花花始终还是少我，还怕什么信号？我试一下，听一下。花花什么说法？哦，我是啥不是啥话？我听什么老法？你换什么冷方法？哦。你说你下一首歌你就这么写，你的粉丝怎么听歌倒着听。我太难了，我干嘛折磨我自己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明年要想点更狠的对你。腾哥，王牌家族大家长该出点力了。我是这样，我学过俄语，会用点颤音。哎，唱坤哥的那个无所谓，无所谓行不行？这太无所谓了啊。哎呀，
飞上飞小飞，柔弱的心如，是软软的飞，心如若手，还会来手飞。这次，这次，这次。我们双方听经典春晚歌曲抢答接歌，那就开始了哈。我要打断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一队的每一个人跟刚才的衣服都不太一样？哎，我一样的二姐，有啥不一样？我就反过来穿的。大家为什么都多了个外套啊？你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1987年春晚上的一首歌，《一把火》。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1987，让很多人有了思乡之情。故乡云，请听歌。归来吧，归来吧，浪迹天涯。故乡的云，对对对。我一直徘徊疲惫，到底会不会？故乡的云谁唱的？飞翔，飞翔，飞翔。那故乡的风和那故乡的云。抢答，程程获得答题权。大程程，这个歌你能唱得出来吗？我们猜的是人名和歌是吧？嗯。接歌词。哦，接歌词啊！哇，抢完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迟了。我已是满怀疲惫嘛，为我抚平伤痕。你们组唯一给我一个答案，下一句是什么？蔡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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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我抚平伤痕，为我抚平伤痕，为我抚平伤痕，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马东老师是不是不管对不对，先鼓个掌？我刚才手上全是水，我抖了抖了，还不行吗？正确答案是。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，为我抹去伤痕。抱歉，回答错误。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范丞丞被那个转的散了，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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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水流进去了。王浩，你保护史册也就算了，用不着这么对丞丞吧？不是，丞丞除了淋本身的雨，还要淋你雨伞上的雨。哎，下一首歌我觉得谁都会唱。1992年春晚，演唱者庾澄庆。哟，情非得已，一把火。不是，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是吗？哎，我觉得你可以赌一下难忘今宵，反正每年都有。来放歌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爱看你。不会，不会，他不会。让我一次爱个够了。哦啊！让我一次爱个够了。是。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。让我一次，让我一次。腾哥获得答题权。让我一次。心不再沉默。哇，他这样是不是要把整首唱完才可以？哎，这就是一般的小卖弄。确定吗，腾哥？确定，确定。正确答案是。让我一次爱的够，现在和以后。回答正确。Yeah!
谁说我没用？谁说我没用？谁说过你没用？还会抢答呢。马东老师，你可以鼓掌了。我，这我戒了，戒了。哎，哎呀，明姐呀，永远拿不着三。喂，哎，哎呀，明姐呀。哎呀，真坦然！哎呀，阿他在你那儿，我够得着吗？为什么？妈，对面说不给我，衣服怎么还在我呀？我先为了弥补第一轮我对你的伤害。这个人，你怎么还带着塑料袋来的？进来那一沓都没拿。哎。咱们就不说别的，就说马老为什么被称为叫泰斗呀？为什么？你看刚才那样，视死如归，有一种就是算了，不活了。下一首歌啊，这首歌曲的提示是它出现在2003年的春晚上。嗯，下一句是歌，行。这首歌。是送给中国女足的姑娘们的哦，铿锵玫瑰，铿锵玫瑰哦，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你会唱吗？这两句谁都会，请出歌。身上的让我难以入睡，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。这个歌词真的不知道，我会，我会。啊，你会啊？我会，我唱过。唱不能误会，从不面对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。再多的，再多的，接接，腾哥获得答题权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。纵横四海笑天涯，永不后悔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。不对，后悔吧。后退，啊，永不后退。女足的精神，永不后退。笑天涯，永不后退。应该是退。后悔还是后退？后退，后悔。你哥错了的。确定吗？我应该吧。好像是悔。永不受罪，永不受累，永远不对。太乱了。哎呀，马老师，可劲儿保浆糊。你再给我唱着，你再给我唱，我把给你顺那个歌词大意来。顺逻辑。纵横四海。纵横四海。笑天涯。笑江湖吧。笑不笑天涯。笑江涯。天涯。天涯。笑天涯。纵横四海，笑傲天涯，永不后悔。精神的话就是后退，永不后退。你们全说是退啊，我怎么觉得是悔啊？咱们应该没问题了，他们现在已经乱套。如果是悔的话，我就如果要是错了，我就一个人站那儿。那啥也不说了，就悔。悔悔。正确答案是。回答错误，接受惩罚。什么没听明白？什么东西？是退。大爷，去了。花花，即便接受惩罚，记住，永不后悔啊！绝不后悔。不对，后悔吧？后悔，永不后悔。哇，全湿，全湿了！哇塞！我替花花向各位女足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来，咱人换一下，该遭罪了啊！底下看着挺开心的，其实谁都干不了这玩意儿。别抖啊，等全毛全湿到。
疼爱兔毛。其实没有的时候，你看发现疼爱兔毛没有？其实没毛的时候，天天就在这儿，不知道雇佣什么呢。下一首歌，2010年的春晚，这位歌手以他的声音空灵，传奇，传奇呀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这是空灵啊，这是灵异。王菲的传奇，请听歌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，会不会？今生的爱情故事。鹏哥获得了答题权，干什么呀？啦啦啦啦啦啦！走远，对，咱往回唱，从走远往回唱。什么什么？走远。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从未走远。从未走远。哎呀，太难听了，主要是你俩干嘛呢？空灵吗？哇哇，空灵唱的吗？答案是什么？我一直在你身边走远。啊，这谁能真能听明白这玩意儿？这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不会走远。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从未走远。走远，对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确定。走。啊，你这个哥哥也一直从未走远。谢谢哥哥，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哦，身旁，哎呀，幸亏没抢。怎么这唱个大白话啊？这去别了呢。我小宋啊，小宋啊，我啥都没看啊。2014年春晚啊，王铮亮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那首歌真的是唱哭了好多人，尤其是陪爸妈一起看春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接我节目哦，在您的节目后边。对，您正好走了呀，没听着歌词啊，没听着歌词啊，就是啊，没听着呢。请出歌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会吗？算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。你我胳膊别碰我左胳膊，右胳膊能行？半辈子。抢答。还好没碰你左胳膊。我没抢过、啊。刚才鹏哥那个帅捕捉到了吗？别碰我左胳膊，我左胳膊。转眼间，转眼间，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确定吗？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，没不改。请判定，我请判定啊！耶！快过来呀，快过来呀。哎呦，王铮老师把您给忘了。正确答案是转眼就只剩下。这把小满加油伞，鬼王牌家族啦！谢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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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鹏哥，一会儿你看我们五个人跟千手观音一样。多长时间都没见过好伞了，我甚至有点舍不得打开它。恭喜一下王牌家族、拿到这把伞，信心满满。谢谢。最后一首歌，2014年春晚，演唱者李玟。哦。哎呦哎呦，
Coco， 怎么了 ，Coco？Coco Coco 啊，哦，很熟，腾哥特别熟，很喜欢他，很喜欢他。想你的365天，想你的三，对，请出歌。我会，但是不熟。小宋 OK 吗 ？OK， 又 OK。我前两期才唱过。你现在太……你起开吧。怎么嫌弃你左边那个了？哎，腾哥获得答题权，果然对 Coco 真的是了然于心。你请。他送了干嘛？我不是你会吗？前两天刚唱完吗？没听过这段，后边这段不会。再说说，那咱们好好猜一猜。来来来，前面那句是什么？前面那句是爱两颗心剪不断的长线。爱两颗心剪不断的长，你还乱？剪不断的长线。耶，忽然我发现你没走远。突然我发现你没走远。好，还往回拉。但这是第一段的。哎呦，不行，我给点提示啊，你的冷热我能感觉，它的句式是一样的。咱们是大和尚给他们捣乱吗？来吧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。你的温度365度有，你的温度就得换成你的笑容吧。嗯，你的笑容我没感觉。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没关系的，无所谓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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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弃吧。放弃了，让他给唱放弃了。你的温度我能感觉，你的怀抱我能感觉呢，你的怀抱我能感觉，你的体温我能感觉，可以，你的体温呢，你的怀抱和体温我们都能感觉。来吧，四个宝贝儿，快来吧，来吧，把这个解开吧，来吧，就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别编了，注意安全，我们在伞里有安全感。花，不用那么挤，不能挤，来，友情赠送，来看人家，为什么？不会是什么？别用。别用，肯定是陷阱，肯定是陷阱。哟，你看，我哪知道他是陷阱，他捆着呢。一家人，啥也不说，就一家人。好看，好看，没挡谁镜头吧？挡我了。回答错误，惩罚。哇！哇！表情，家族的凝聚力，向心力，一家人，啥也不说，就一家人。漂亮，优雅一点，我们优雅一点。小宋都已经歪了，歪了都。没事吧，都没事吧，我的兄弟姐妹们，都没事吧？我们四个都没事，看小宋。你的右半身跟一个瀑布似的。小宋啊，好，你还不如去抢把伞呢。对，直接抢走。还记得有人抢你帽子的事吗？呀，你不说我还忘了呢。谁抢帽子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我抢小宋吗？腾哥，你失忆了吗？Happy birthday! 请听歌。这什么呀？女人花。花花获得答题权。女人花。梅艳芳。不是。啊。怎么说的？就按咱
咱的剧本来的，哎。妈，快点把伞用上，快点把伞用上，怪不得把伞给我。真舍得用吗？还是还给子怡姐？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回答是。回答正确的，开始惩罚。嗯，呀，啊啊啊啊！把子怡姐的伞给你吧，这个一点都没用。哎呀，这个真没用啊！怎么还反而把水都聚到一起了？妈，感觉那个水都成一个水柱了，从那上面流下来。接下来，马上进入听歌接歌词，以家族为单位了。啊，以家族为单位。这嫌弃我的有点明显了。以家族为单位，我希望某些人不要拖后腿。说你呢啊，玲姐那么爱你，她也一样，点该点的你说点的你。请出歌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。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集中。腾哥答题权。是不是不是啊？光负责抢啊。集中曾被爱的舞。不是你前面跟着唱是咋那么欢是吗？三，集中被爱过，二，集中曾被爱的，一，和手指淡淡颜色味道，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回答，正确。他还笑，子怡姐还在笑。别笑，为你开心吗？不是。哇！啊，情商不够。不是他在哪儿找着个盆儿啊？月月这什么盆儿啊？刚才就放那儿了，放道具啊。用盆儿。我们还有三道题啊，这样小宋啊，跟小童换一下，替你姐姐挡两把。对，在你生日的时候也该承担一点了。要不要替哥哥挽两把？准备好，请听歌。让我们一起摇摆。你给对了。对这个。我们都不问。姐，如果你答不上来，都不问。咱东饼，让他打。羞辱子怡姐。让他打。接，小宋答题权。不是说好了一起羞辱一下子怡姐吗？是吗？哎呦，对不起。对呀、啊，说好的子怡姐答呢，小宋。啊，让给子怡姐，让给子怡姐。小宋不懂事儿。子怡姐能答出来吗？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们试着唱一下，会不会觉得字数有点多了呢？没多。不如此刻让我们一起尽情的摇摆。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，就是这句话。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。确定了。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。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。错误的。所以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。
所以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，不是不如哦。这个是小宋刚想说的。是啊，我是天天听这首歌啊。还有两首歌啊，所有人做好准备，请听歌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很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接花花。你想飞伤痛我背，没错没错，确定吗？伤痛我背，我背都行。你背错了就只弹你行不行？我背行，他背就让他背吧。错了只理你，我背你背我背，话撂这儿了。今天我背，那小松可以下来吗？只理你一个人。不是，那你就不是你立，不是一个座，一个座，这是一个座。鹏哥我背肯定对的，我背我背。小松，下去。啥呀？说啥呢？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。你还真下去。最后一首歌，好想被淋啊。哟，知道了，哥哥姐姐们会送他一程。好嘞。不光送，哥哥还会陪着他。上头我背都行。请听歌。我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你会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会这首歌？太冷门了吧！接唱，鹏哥获得答题权。啊，压根儿不会。就是为了他淋雨。哎呀 ，Happy Birthday！ 花花会吗？会也不说。来吧，小宋生日快乐！小宋，小童的预言成真了。他说腾哥一定会薅你的帽子。我让他感受一下将来被抢帽子的痛苦。Happy birthday, my brother！ 第一轮的情境啊，古人无法理解的歌词，开始。舒服窝在沙发里，沙发。宋代没有，那我也唱一些现代的东西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？她是谁呀、啊？蒙娜丽莎也是古代的呀。蒙娜丽莎，你是哪个朝代呀、啊？外国古代的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。吻别也有。不是，古代人还敢在街上吻呢？也能有。总有几个洋气的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，古人老采野花。他古人只不过是野花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。不是，古人时候只有野花，你想采别的还难呢。赶紧，你们还赶紧，谁上胜？得续上。变形金刚随时变形状。啊，那我还知道了呢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开始唱儿歌接歌了。小燕子穿花衣。等一下，古人。哎，为啥打我呀？古时候也有小燕子。不是，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？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？不是，古人他能理解小燕子穿衣服吗？燕子会穿花色的衣服吗？燕子不是黑白色的吗？小姐是一个比喻，别狡辩了，你错了。为啥？小燕子穿衣服吗？你给燕子穿衣服吗？比喻的是一种比喻。很严谨，很严谨。内讧了。燕子会穿衣服吗？
你给他穿呀、啊。你说说怎么回事？我错了。认了，认了，认了，行，认了，行，不能瞎喷我们。这个挺难的，再想想就快没了，我觉得。我知道了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月亮为什么会惹祸？不，月亮为什么会惹祸？涛姐，你搞清楚。这个涛涛一下就暴露了，那些歌词啊，你都没理解。月亮为什么会惹祸？我们现在唱的是古时候没有的东西。古人不能理解，月亮怎么会惹祸呢？古人还射太阳呢，别说月亮了。对，那个，丢掉电视，再丢电脑。那那个呢？我剪短了我的发，剪短了长发，剪短头发了。他哎，为啥打我呀？是谁呀、啊？古代人还敢在街上吻呢？他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？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？涛涛一下就暴露了，那些歌词啊，你都没有理解。过去和尚都剃秃了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上古时候怎么就上下铺了？很多时候啊，哪个你上下铺？肯定有哪儿？这你都不知道，杨迪，那这真能证明你之前答的题全是偷的。古代有上铺你都不知道，你偷什么呀你？给我哥气的！你脑子给我气爆炸了！你脑子里掉东西出来了。摇晃的红酒杯，哎。摇晃的红酒，红酒杯啊，有杯，有。你不知道最早出土的玻璃的红酒杯是战国时期，战国水晶杯是吧？对，那我要不我就为了赢，为了赢，让你关机你不关机，让你关机你不关机手机，那会儿有，绝了。让你关机你不关机，你差点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，这个也不理解。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可以。好，我们根据被喷次数最终宣布一下，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刚才那轮被喷次数相对最多的哈，涛姐。哦，对，涛姐有几下呢？涛姐可能是没理解题目，不是月亮惹的祸，你惹的祸。涛姐，你感觉一下，你那假睫毛都喷丢了一个。从那个小燕子穿花衣开始就。小燕子穿不穿花衣到底？穿。冬天还穿两件呢。穿毛衣，里边那件相对素点。还有那袄。这轮要答的是歌词中要带着古人的名字。古人的名字。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。你把下一句留给了对方。我不要金哥哥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做李白。Yeah. 哎呀，好听吗？我好像唱过这首歌。曹操不啰嗦，一心要拿荆州。Wow. 曹操。老子是火锅，你是火锅底料。老子嘛，老子，老子算的。涛姐说完就老子是火锅。那个，我作为四川人，我必须要说，那个是我的意思。你们就能算吗？这个只要解释得通，我觉得。那老子也吃火锅。对啊，老子不吃火锅吗？老子，你问问他，他穿花衣不？吃火锅。原来一无所有就当做起点大神。好吧，那个什么，等我，等我，让我笑话。涛姐笑我笑的呀。等我一下，那一开始，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圣僧啊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什么东西啊？圣僧。行，可以。蓝脸的窦尔敦，盗御马，红脸的张飞笑喳喳。张飞确实没唱过，这个喷错了。谁喷的？
红莲的关公战长沙。哎呦，好恐怖！哎呀，哎呀，快点笑晕了，高姐笑晕了，高姐笑晕了，咋了？他在哪一个节目里笑晕了？王牌对王牌。我王牌这么久以来，终于有一个人在我们节目上笑晕了，笑趴下，笑趴下。蓝脸的纤维啊，来一个；白脸的曹操，欠我们三个。不是你这食人牙慧，你这怎么就喜欢吃人牙慧？欠我们三，快点！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，sorry sorry， 这个不算吗？哈利波特不是古人。哎呦，哈利波特你没看前传啊？再前传也没有零。哎呀，这三千多年了。他确实不算古人。对呀、啊。白龙马蹄儿朝西，跟着唐三藏他向哪里？用不用我再压一首、啊？压刚刚曹操谱上。悟空那咋唱来着？我要这铁棒，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人名呢？这里没有悟空。这首歌叫悟空，歌名叫悟空。算我没压。来，一起来。我们没有一个歌手，我们，哎，那个米开朗基罗怎么唱的？米开朗基罗不会唱，有啊，不会唱，怎么没有这首歌？一定要让我上去唱米开朗基罗，我不知道怎么唱。米开朗基罗呀，这个。哎呀，没歌了，古代人。输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没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输了，输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能撑到这儿，我跟你说，全凭着各位的那个文学修养。是不是可以这样啊？叫一声佛祖回头是岸那个。刘涛太搞笑了！我告诉你说，现在喷气儿的人不能听你说话。涛姐，结束很久，结束了。接下来给你们唱歌的这个主题设定是，你要先唱歌，这首歌你要是指定唱给在现场的人。好。唱完之后再解释我这首歌是唱给谁的。好。好吧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送给小童，谢谢。花花去，花去。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弟，哦、我要为你遮风挡雨。送给腾哥，希望腾哥以后能够多为弟弟遮风挡雨。谢早了。小酒窝长睫毛哒哒哒哒，送给林姐。哦。送给刘姐，是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。咋的？让他就等着呗，就全让他一辈子单着，倒是唱完呢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贾玲姐。啊，不算吗？他是你的小苹果，多可爱！你管着吗你、啊？这有什么好质疑的？我想说，要唱也应该是我唱。那你再唱一个别的苹果。什么？有没有关于什么囊的？是吧？喝。这个范儿起的，喝了咱的酒，上下通气不咳嗽啊！送给小童，送给小童，送小童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将你变老了。送给腾哥。腾哥不说啊，那歌刚才那歌我可不说啊。腾哥来了。唱完了自己领啊！丑八怪呀呀呀呀！唱的谁呀？这唱的谁？哎呀，不知道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指向性。你看那人上哪儿领去了？我要把灯关了，别把灯打开嘛。啊，哎，没，我有了。
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呜呜呜呜，送给刚刚唱吧，指名道姓，你送给谁？我送给他，不就接纳了刚刚那首歌吗？他非要证明一下，跟上首歌毫无关系。王牌家族还有谁？我还可以指令人吧？你可以随时用飞鹤特权让对方唱歌。亮哥，我不管不管。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嘎达还好吗？送给说的男孩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有谁？我来一个啊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送给所有的女孩，送给所有的女孩。我的妈呀，差点要砸在这上面了。稍微转了一点。我们的音乐竞技场最后的正面较量将会在台上两位女歌手之间诞生，分别是民族唱法非常出色的吉克隽逸以及优秀的女中音歌唱家贾玲。今天你们将用 rap 方式来进行 battle， 争夺恒哥手中的链子。想都不用想，来，一点悬念没有，拿走。